你先不要讲话，没你的事。先不要抢没你话说话的时间啊。好，你没有专心在听。你先不要抢没你话，这个人也是莫名其妙。你如果都中年了还不开花，你什么时候要开花？你是铁树吗？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好处，别人根本就不屑一顾。在黑暗里面呢，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，才能保护你自己。不要羡慕别人花开的早，要努力让自己花开的好。这句话是关晓雯说的。不可能，你不要的东西就说父母是情绪勒索。比如说父母今天跟你说，来宝贝，我给你300万，跟陈芳宇吃饭，要不要？哎，我要哎，你觉得好开心哦？不是，我是为你好哎，我要跟陈芳宇吃饭。宝贝，我给你300万，跟杨森达出去一天。啊，情绪勒索哎，我不要跟杨森达出去，有没有可能？所以不是说你不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你觉得父母在情绪勒索。门槛不就是拿来跨过去的吗？不然他为什么叫门槛呢？你去进寺庙的时候也知道要跨过那个门槛呢。你去咖啡厅的时候，咖啡厅店员告诉你，我们的门槛是一块小蛋糕。那转职的门槛不就也是 a piece of cake 吗？哇，这就是转职的门槛呢。只要你想要做的事情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再来，我觉得很常别人会讲说我们要跳脱舒适圈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个概念。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，我们应该要建立自己的舒适圈，去找到一个新的舒适圈。因为当这个地方你觉得每一天都在做一样的虚应故事，每一天都是很 routine 的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你的舒适圈，它只是你的舒服圈。我先回答一下刚刚他们的问题哈。他说呢，这个法律什么什么我根本听不懂，因为我们今天会站在这边讨论呢，就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。而今天黑队赢了，我们会邀请大法官释宪，帮我们调整一下法律哈。我干嘛就不了解劳动部说什么啊？今天在这个办公室我就已经不开心啦。而他讲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哈，他说什么老鸟才会想到菜鸟的什么什么开心的甜呐？如果我在每个职场我菜鸟都被霸凌了，我怎么可能成为老鸟呢？我就一直被霸凌，一直离职，一直被霸凌，一直离职，那我就永远都是菜鸟啦。我怎么可能有当老鸟的一天呢？我跟你讲，人生没有那么多最好不要。当每一个人他以为这些是一个公式算出来的时候，告诉你说最好不要，他就是在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。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可以自己决定。既然刚刚都讲到了这些算法没有标准答案，那最重要就是请你跟你自己说一声有何不可。我记得当时2个月之前我要动正颚手术的时候，全部的人都跟我说最好不要啦，可能会死掉，你现在又没有很丑，你现在咬合不正又没有关系。可是每一个人跟我说最好不要的时候，其实我更坚定我心中的每一个有何不可的声音。以白队最擅长的英文来说，好，我帮你翻译一下，最好不要呢就是 you'd better not，而有何不可呢？就是 why not。 我觉得在面对每一次困难抉择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告诉你不要的时候，你更要跟你自己说一声 why not， 有何不可。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勇敢的机会，你心里不管你是公开抱怨还是公开做任何事情，只要有人跟你说最好不要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有何不可，一定要成为那个最勇敢的自己。好像所有事情呢，有了保存期限之后，我们才会更懂得珍惜。放在冷冻库里面的水饺，放了1年2年，你根本就不想吃高丽菜口味，你会送给别人。可是放在桌上的吐司呢，1个礼拜会发霉，我很担心。我买花生酱、奶酥酱、草莓酱、巧克力酱、气炸锅、烤箱，我用了不同方式吃。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呢，有了时间，我更懂得去珍惜，要怎么样好好的分配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活下去每一天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要说的事情是，我们不像白队一样，不是发现了一个东西就要去吃，就要去试，就要去拿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一路以来学会拒绝才是我觉得成长的开始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知道说啊，我们新闻人啊，新闻伦理啊，新闻操守啊，身为媒体人，其实新闻做新闻的时候也想要很有操守。可是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受害者。为了要好好工作啊，我们想要维持这些操守，可是最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吃红油操守。就是当我们都在怪罪媒体杀了人啊，其实没有想过民众如果不点击啊，我们的标题根本就杀不了人。如果民众都没有点击，被杀的人是我。谢谢。其实不被支持的梦想才是更有实现的价值。如果说父母支持你的每一件事，他给你钱让你学钢琴学学你就不想学了，他给你钱去补习你补习补一补，你觉得反正我也没花什么钱，反正我爸妈都支持我，那就没有任何的前进的动力了。我想要说的事情啊，是我爸妈从来不支持我做过的任何事情。上次我大学想要读世新广电，他们不给我钱，我去学贷，然后呢每天打工，我打了4份工，每天一直赚钱赚钱，就只为了把学贷还掉，就是为了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直到我当了记者之后呢，我爸妈还是不支持，他说你在三立上班，三立的电视台稳定吗？后来还被裁员了。可是我今天，虽然我被三立裁员，可是我今天回到这边领三立的钱。哇！
我们看别人小孩，你看他飞得高不高，可是其实我只担心我的小孩累不累。最后我想要说的是，我很感谢我爸，谢谢你的不支持，让我现在的工作感到非常非常的有价值。那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有小孩，可是我很希望我有个小孩。如果未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话，我想要跟我的小孩说，有梦就去追，可是你不需要我的支持，谢谢。